A serial rapist has just been convicted. Weiland's nightly radio broadcasts are bringing the debates on social issues to most homes in Shanghai. The landlady and her boyfriend, Professor Wang, are loyal fans, as are Zhang Jun and her friends Xiao Ma and Xiao Wang. A new law has just been passed giving suspects the right to a lawyer during interrogation. Shanghai's growth continues unabated. One quarter of the world's high-rise cranes now tower over the city.我们在大墙里面的朋友服刑的情况，我们在这个思念亲人的时候呢，安排这样一组特别节目，请听众朋友呢按时收听。第一位采访的是上海原来的长安房产公司的总经理朱宝根，他由于贪污受贿呢被判处死刑缓刑执行。 The physical landscape of Shanghai is changing almost daily. One of the last quarters to go will be the shanty district of Xiao Ma and Xiao Wang. Zhu Baoqi was sentenced to death, suspended for 2 years for embezzling public funds earmarked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central Shanghai. Hi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scandalous cases of corrupt officialdom in recent years. Just
朱宝根呢，应该讲他原来是有很多的荣誉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2780792。严先生您好，哎您好，魏老，哎魏老师您好，哎严先生请讲。朱宝根这个事情在上海市也影响比较大的是吧？我想也许不是同情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党内我们是国家啊，这些腐败现象从上到下对这些严厉的惩治，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在宣传这个方面的时候，怎么应该这个口，这个调查啊，对不对啊？不能弥补过去。他给社会造的危害的确是很重。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很多人，比方说搬迁出去三年，经过八年都没回来。对呀。对吧？那你说你在外面借房子过渡，这八年多难，八年抗战日本鬼子打跑了。对对。这房子搬不回来。那么另外，至于家庭啊什么。那么这个东正房子不是也是上一个市场吗？ 搿侬同样是旧区改造，侬勿好拿搿搭个房子造了级别，像搿个大楼一样。至于动拆迁，根据邓小平所讲个三年大变，动拆迁迭个上海市建设到哪能介样子，迭只问题实际上就直接到迭只问题。那近期个居民，对伐？还有造成社会影响。现在市井里没多少人家，就等于新的迭种棚户区了，我已经新的棚户区啊。 现在有原来的棚户区，散了棚户区，现在堆积起来。伊盗窃国家钞票30几万，对伐？现在就剩30几万了，非但勿抢，大家老百姓希望抢伊。我就觉着，朱宝根他侵占，只不过他侵占，只不过他侵，迭只事体。哦，人家偷物事只不过偷了个几万块钿，幸好立即执行了，一点没啥个讨价还价。腐败勿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勿是一个朱宝根问题，而是一批作为就是讲政府的干部，对伐？ Dining with the landlady and the professor, a Jianzhong and her brother. <音>我给农民打过官司，给最底层的人去交，当然也为他们办过刑事案件，也办过有些太欺负人的案件。我见过最不平等的事情，就是以权压人。 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吧，这个时期开始真正的建立了一个律师制度。应当说，这是民主的往前走了一步。我们国家的历史，是他的不好的地方。说白了，也是挺原谅，聋子的耳朵。就我们很多人都这么说。就像那个叫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叫什么呢？就那个黑的，那个黑人对不啦？究竟怎么回事？就本人来讲，办过多起无罪案件。 Chunqing is representing a couple fighting a case against the police, Mr. and Mrs. Li. 上街里向，扫来扫去，翻箱倒柜，啥个抽灯个箱子全部翻，翻了之后一样物事也没。After losing the original case, Mrs. Li is filing an appeal. 今朝也把我搞了跑了一个，我把我家上一个看到一个无锡公安局，有无锡公安局带几名大路跑了。把我地址关到一个房间里向，电灯也没个，几脱个，窗户全部贴死了，烧了封。 全部弄得那个申报纸贴牢个，没哈贴脱个，这房间里帮关了海，一样东西也没。就是个水泥地，边浪还只就是个种粉洞。好了，刚刚到没几时，马上要帮律师你上来轰上来，大概多少人我也弄不清，我几十个人有，七弄八弄的人，乒乒乓啷一顿打。律师讲要等我谈谈，几几面也勿拨伊几面。审讯辰光呢，写好之后叫我签字，我讲搿事体勿可以，伊勿拨侬看个。 除了高头真实，我没看到卷子，伊拨我看过。就叫我是按手印，叫我写签字，拨我看个。整个个过程里向个纸头，侬讲伊会得看到拨侬一张张看伐？我当时看啊，我讲搿能介勿来事啊，搿勿来事侬也去，勿去勿来事。边浪两个人，一个是派出所所长，一个挨个买了个地接棍，加上个地接棍，侬去伐？如果伊讲是李家良已经交代出来了，讲侬李家良已经跟吴小勇、自己摆个地就是车，已经吃过饭了。 讲到搿个问题解决客户，我讲但是搿个问题高头我侪勿清楚。伊讲侬勿讲嘛，伊讲判12年，伊讲哦，伊讲我现在勿要侬人个。
我要弄钞票，所以那个个是他是收账了，屋里欠那个第五笔。第五笔个，其余费啊，我是。就讲通通跟他讲。收到，伊拉收到了，总共就是讲加起来钞票。哎哎哎。是啊，要拿钞票，拿钞票拿出来。伊刚好搿个是营业执照是假的，那我才有个税务登记。阿拉反正问心无愧，没做啥事体，伊哪哈跟伊跑就跟伊跑好了。阿拉是搿能介想，而且呢，共产党侬总讲得清爽啊，侬是总讲道理啊，是搿能介想啊。 俺们晓得有龙井青龙呢，经过具体情况，阿拉晓得伊是哈乌来的。市场呢，请我吃饭呢，吴小勇打电话来了，问我侬最近做点啥生意？葛末侬有得啥事体伐？我没啥事体。葛末侬今日来啥地方？我来吃饭，对朋友。来啥地方吃饭？我来了松泽粤海酒店。该讲我得蛮近的，伊讲我来一趟。 葛末吴小勇得到道龙西做生意做了，吴小勇把道龙西吓死，拿了跑脱了咯。伊后意思讲讲讲，我是介绍你，指代包伊个。葛末有私密凭证冇啦？伊冇个呀。葛末好了，搿哪能好喊我呢？葛末现在当然对方勿晓得跟我讲，对起面因为辣毕竟有政府里向，葛末是反正天知地知了，搿啥讲得了？葛末伊现在认为好，伊讲现在问题侬就吃饭，侬就在面辣海搿里向。伊讲侬等于吃饭早就预谋好，那么伊也来了，就是讲我预谋了。 搿了，我想我搿个嘛一点也没预谋里向个了，搿么后头调来了，搿么我都勿要来，伊要来，搿么来吃饭。所以当时做生意去了，我侪勿晓得搿情况。到了搿辰光，还要拿钞票，搿么拿啥钞票呢？钞票嘛，拿50万来放我咯。通知他老公。哎，通知伊理解了啊，伊讲拿50万，但是理解了关了厂里咯，关了厂里蛮两样性质，对头对勿啦？伊讲侬拿50万两样就放出去了。搿么阿拉哥我能力呢，我也有点数啊，没有能力个。 听说过一个银行的，那啥么子话啊？我牙齿咬啊！哦哟，侬牙齿硬是。我老结棍，血已经出来了，结果后来这个一个那个像那啥个德国帮我打起来，先放出来了。我讲我不要活了，我待在里向。Mrs. Lee grew up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 as Xiao Ma and Xiao Wang. 哎，是吧？嗯，搿个讲勿清爽啊。嗯，其他啦。哎。 我是旁边的。有个人，哦哦哦，旁边来了交关了，伊个，真的，做生意吓人哩。我讲也是特等小兵个富，改革开放了辰光，伊出去，伊等我一样大嘛，四十一岁了，廿四十一岁了。嗯，伊对生意只抬头借拨人家个啦。伊只抬头没借拨人家，我勿晓得㑚搿边生意哪能介做成功，我直到最后结束我都勿晓得。侬到后头也是讲侬诈骗。 我讲代币哪能？我讲这个哪搞到后头，侬勿晓得侬是真理的，最关键是拨侬真理的。伊讲，伊讲我，伊讲我，伊讲我勿晓得。伊讲我还是要搞。侬讲个，既然碰到真个碰到搿种介事体，真个碰到自家了啦，也想勿通。想勿通啊！伊哎，真个伊坚定侪是一个个方向，葛末肯定伊。伊真个伊当时，伊听到搿判决下来，伊我让他对伊谈了，伊讲伊讲真个，伊讲小马，伊讲我真个想勿通，真个想勿通。 This is the poorest neighborhood in Shanghai. A reporter from the community page of the Xinmin Evening News is researching a story. A little boy is dying of heart disease. 想了想了，自己希望自己的毛病快点好，对吧？公园里去得了吗？去幼儿园？哦，你自己说一遍。幼儿园小朋友想干什么？然后呢？好。嗯，还有呢？他就看看有没有人喜欢我。 没事，搿自家嘛就讲起来，自家嘛没能力帮伊看，对伐？发个辰光嘛就最大个啥个根本勿看嘛。平时辰光一直就阿拉自家屋里向就一条小被头嘛，一直摆辣地上，伊嘛伊自家脚得吃了勒去困脱一下，老傻。伊自家发冻啊？哎，伊自家冻啊。搿两只吹的呀。搿两只。到现在幼儿园来投诉啊？哎，伊勿来，勿来，好了好了。伊所以讲起来，伊因为。 发个辰光看上去就老严重个，大概只管是要搿个伐，要七八万伐，要七八万块啊！哎，嗯，乃末阿拉囡儿嘛就有搿个。
Little Fun and his parents live together with eight other families in a single house. They are penniless. Once a year, the city's most senior police officers meet at a secret location to discuss trends and future policy.你肯定晓得，侬碰着搿事体，侬会得哪能？
我碰着搿种个事体，我肯定脑子也冲动个。任何桩事体，当时碰着肯定是冲动。哎，伊勿拿啥个主体，好像老清净个头脑，好像来，哎呦，想想搿桩，伊想想呢。我先强阿娘再讲，强阿娘肯定还会得强出点啥物事。不是，而且是不啦？而且小莫，而且再讲翻到搿能样子，假使搿能个桩事体，今朝搿只扳子是侬拿脱个，伊个来了，侬肯定懵脱了。搿只扳子侬明明是看到过个，而且侬没看到过，伊硬劲讲侬，侬服伐？是是，搿是。侬服伐？搿任何桩事体对伐？拿搿玩样子个例子，拿我最好只例子来讲，像上趟一样，阿拉厂里向对伐？阿拉三个人来辣做生活，我手脚最快。王林手脚是最慢的人，伊拿搿包书呢拉到侬搿搭，那刚刚个号大搿搭，葛末侬工长来问我了，我就对伊讲了，我勿晓得，侬去问问后头看，问问王林看对伐？伊讲肯定是侬，啪一句上去哦，真的啪一句上去哦，搿鼻梁骨瞪眼睛一样平哦，真的一样平。动手了，侬侵犯了他人的权利，葛末伊侵犯我伐？葛末搿是语言，你也可以用语言帮他，侬勿动手，对伐？侬一旦动手，侬就失礼。葛末我讲。人家讲过了，枪杆子里头插证据，就是搿句。哎，张青's colleagues are not at all sure of the wisdom of taking on the case. 黄鼎兰答应给他出来一起喝顿早茶的，就说所谓的搜审的全部证据都是当事人的口供。没有其他的任何证据。那么你说预谋不存在，但是他肯定要举证啦。那你们两个谋定谋要，本身你们相互引证，这个也是一种证据的应用。你们相互之间的交代呢，而且交代一致的，就是你这个问题要法庭上呢，要有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回答。黄鼎兰和李家良都一再的劝你不要轻易相信人家。今天才认识你，明天就把货给人家，你说你将来怎么办？交货黄鼎兰在不在？她的丈夫在不在？交完了货以后，有他们再次活动有没有参与过？第二天，无锡就把这个货就卖给这个胡小雄，而卖给胡小雄呢，我们的当事人呢他又不知道。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公安局也好，无论是当事人也好，都认定了一个事实，就是说，黄鼎兰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就是公安局公安局问过他，他说我没有拿到过。就是我们呢，这个杂种之中证据不足的决定角度去讲这个事，不讲他有不讲他无，从证据角度啊，杂种中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不要正面去否定他，正面否定他我们现在没根据，但是我们现在定的话证据不足啊。好，伊说公司在上海，就是讲慈善方面还是老有名气的。对呀，阿拉上海搞了一只中华慈善基金嘛。嗯嗯嗯。捐赠了200万。拿了。哎呦。四个人1000块。搿小朋友就能够得到帮助哈，伊能够心安。大家侪起一份爱心嘛。哦。哦。我姓倪，你个倪，我晓得侬家在何里，谢谢㑚哦，㑚帮伊是帮伊点钞票。哦。这钞票是。就是讲，直接寄到万思女了屋里。嗯嗯嗯嗯。就搿封信呢是蛮感动，是一军人。嗯嗯嗯。伊从伊的搿生活片里向寄出来。哎呦，真嗯啊。搿封信里向。嗯嗯。你在旮旯里向啊？旮旯里向。嗯。还有就是现金。就是来信一共。搿是现金，搿个就是尾款了。1442块，好吧。谢谢啊。对个。The response from the public has been dramatic.Within hours of the newspaper hitting the streets, half the money for the operation has been raised. Shanghai's Children's Hospital has matched this by reducing the operating fee. However, the prognosis is not good. Little Fun will have no more than a 50-50 chance of survival. It's a 怪兽. Ah, 别胡说. 那个阿拉粉丝你那颗坏心掉，他那颗好心掉，他弄。It's a 怪兽。对。我晓得个，我认得个字，个字手，对吧？手手的手，对吧？是啥子？搞不定。我看起到呀。哦，要带一起回家。是你们新上用个开好了有吗？没好了呀，就好了呀，就好了呀，叫红了呀。哎，这你晓得啊？这你晓得个？哎，哎，我没好，没好，没好，没好。勾，哎，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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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头搿能介，搿能介，哎，再搿能介。
侬记牢一定勿好搿能介写，侬老急于闹革命的嘛。空档，我这个也是只空档。狮子，侬现在要请女小人有感冒了，对不对？哎呦，勿吓我勿是。那狮子旁哪能个？狮子旁，对吧？搿医院晓得伐？医院里晓得。狮子旁，伊就讲起来来了，开个有过程中，伊讲又勿晓得会得喏，就出现了搿种或者缺氧咯啥。搿医生又讲是风险蛮大的。假使有的啥个出现了情况了，自家也没办法了，已经把伊弄得过，介许多个人哦，也把伊看过个。那伊勿开，因为勿开，搿人没用上个呀，只有开有的死啊。是。对，从上往下，对，很好，哎，个性写得好，嗯，张老师想想侬啊，写得真好。那么我要请求法官，是不是叫伊能够六月十三号发生地点叫伊详细讲一讲，搿侬可以告法官讲伐？可以啊，那侬尽管觉得冤枉，尽管觉得搿搭交关事体侬做了讲哪能？但是侬由于侬自家的有交关因素来影响到搿判决结果了之后呢，搿就有点不值得了。有交关物事呢，可能对侬的一审判决啊，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因素。第一，侬的装束，嗯，是吧？对。出来，侬现在作为到法庭，那么首先就应该要有给人一个比较庄重一点的感觉来海。但是那天开庭呢，我。实际来讲呢，侬无论是穿个衣裳跟鞋子呢，侪是属于不适宜开庭的搿能一个形象。第二，侬跟公安局辣对话的过程当中呢，个人的情绪流露了太多了，就一个是侬辣讲闲话，侬的举止，无论如何勿可以当庭指导张三、指导李四，就搿能开始骂，搿点侬要做到无效用。哎搿下头是啥？搿下头呀？搿下头伊到个站路就搭各种各样的车子，到阿里一站就阿里一站车子嘛，好转车，就搿个意思，晓得勿啦？哪搿能介？侬到医院里去，来听我听医生闲话啊！好，还有护士阿姨。假使下去辰光去呢？哎，下去辰光勿会个，今朝去勿落雨了。结婚吗？没办。没事，只要就开始。半日有吧？半日嘛。这两天是比前两天结婚还是好点了？好点了。哦，那么我记录一下，医生听听啊。刚刚你的手很冷的。手很冷的是吧？现在不讲话了啊。我一天跟侬对闲话，辰光跟侬讲，开庭前头侬把该吃的也要吃好。吃好了，我已经吃好了，对吧？吃好了。特别是就谈吐的时候，一定不要太激动，也不要是那个。请当事人、旁听人员坐下。上诉人黄鼎来不服原审判决，其请求是：一。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二，撤销对黄鼎来收容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主要理由是黄鼎来参与经济诈骗犯罪活动缺乏证据。由上诉人方发表辩论意见。根据本案
卷宗材料所提供的证据全部来自于上诉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与此相对应。胡肖雄和陶龙喜是直接在进行买卖，无论是发货是收货，都与本案的上诉人黄鼎兰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收容审查的宣布是在上诉人的发病期间，但公安部的规定是严重患病者不准收审。我们认为上诉人的收容审查同样也违反了公安部的这一规定。收容范围应当是一个前提，适用对象，一种是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第二呢是有流窜作案嫌疑的人；第三呢有多次作案嫌疑的人；第四有集合作案嫌疑的人。有什么书证或者物证证明？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电脑查询无深圳新银龙丝绸贸易商行的任何注册资料，它是一个是假冒单位，不实事，不是事实，不是事实的。哪些方面不符合事实？他说我假名一个，还说我那个企业工商银行我都有的。下面由法警向法庭验证。还有什么证据吧？我们在审讯他的时候，你自己有否认识到是什么行为？通过那顿饭，无形中我穿越进去了，我要负一定的经济责任。这些内容主要证明什么？证明他穿越了这件诈骗案件。你在这个讯问笔录上面这个签名盖章，这个事实成立吧？跟我关了年纪派出所七天七夜，再跟我打了跑脱，是那个经办人戴建明叫我签字。你讲侬签字就放侬出去了。对李家良证明这一节事实的这个陈述笔录有什么意义？不是这个，是李家良关了个陶龙喜厂里关了廿一天，一只房间里一只马桶，其他物事侪没，打了眼镜侪敲脱。伊侪不是这个，因为我这个书写的侪陶龙喜和这个伊拉当事人戴建明书写了，把我关了失去人身自由，结果搿能个样子的。你没有和陶龙喜？没，陶龙喜去做。做生意的事？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这个全部。还有什么新的事实需要向法庭举证吗？这个由我代理人跟你说。要啊，可以，请坐下，你坐下。我的当事人以及李家良的供述当中，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天地大厦。娱乐完了以后，再三告诫陶龙喜不要轻易的出货。深圳这个地方非常复杂，一定要自己要头脑清醒，这是违反了参与诈骗这么一个常规的。我们不可信，不可信。啊，你们就不采信这个。啊，有凝聚，有凝聚。上诉人，你对本案如何处理，最后有什么要求？审判长作为一个公正的对我搿桩事体处理了。现在退庭。等一下，我睡老难过的。他起来了，没就当了我的穷光侬一个。怎么我从小有的公正的，侬讲是吧？咱侪听到个事实高头个名。哪是老子头了？本来搿七个两句，我讲不清楚个。这个伊来了，要调调。人家懂法律个人。对吧？侬首先我要做到诈骗，我肯定地址姓名侪不留了，对吧？拨侬搿摸勿得。哦，我再拨侬屋里向个地址，我叫侬来捉我啊，搿就勿存在，搿就诈骗。现在问题高头想问是啥？五万米几万，根本是懂个低勿得讲了。我正说伊认识个是戴建明，就坐辣搿个戴建明搿个人了，和搿个陶龙喜，伊拉之间反正有一个亲戚道理，弄得乡下人是能样桩事体个。你很勇敢啊，哎，这很乖，舒服吧？study area， 不，还是四川新是吧？我们看一看啊，间隔上面切块大概50%，那么然后现在这个蓝的信号从右心室，在这个收缩期的时候，直接打到主动脉。小心。
速度。对，你看在舒张琪的时候，这个有右心室容量要比左心室容量要大得多了。他右心室肩负了那个到主动脉的这个，哎，对。一个呢，手术以后他主动脉很显著的主动脉瓣反流的话，左心功能就维持不了。现在他这个主动脉瓣反流，你看反流的血是到右心去的，他右心的功能好，右心接受的大量的回流血，所以这样的话对左心功能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么手术呢，把若失联症的手术把失血补掉，把肺动脉右心塞到肺动脉这个口子放大，失联症的手术主要是这两步。那么因为它是个复杂线性，枝干出现很早，就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是不是有合并更复杂的病变。那么现在，那么从平片看呢，法师的诊断还是很典型的，他因为肺气管的发育相应还是比较差一点，手术的风险还是有的，但手术指征还是很强烈的。因为这个病人如果这样缺氧发作，而且高度的血液浓缩的话，他接下来就有可能由此而形成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在这个之前应该抓紧时间做手术。The operation will start at 9 a.m. tomorrow. It will last for 5 hours.现在因为血球压切很高，体外循环要吸着，所以我们要把自体血放掉300，那么灌注300这个胶体。好，指望血型。修补术完成了，现在就是要辅助循环。上次上课已经不出血。好吧，那么侬要想吃啥，我跟妈妈讲。
好吧，再下趟好了就自噶起来走，自噶起来蹦得动了，蹦得比人家小朋友快，是吧？眼睛长大，那哎，自噶收口，收收口口，哎，对，哎，那收收笑红了，就吧，老好看了，跟医生的手一样了喏，对吧？低头摇头不会了，要妈妈来吧，去叫伊来好吧？要吧，哎，等侬听医生闲话，搿鬼子把他了就好讲闲话了，就好吃物事了，对吧？是吧？现在难过伐？现在搿蛮难过的，对吧？是吧？哎，医生晓得的，等侬听闲话，好好叫透气，明朝那个拿脱子就好吃了，对吧？开心伐？难过伐？啊？侬刚刚看搿里向难过伐啦？Little Fun is too unstable to be moved from the operating table. The next 3 days are crucial. It will be the most dangerous time. The hospital lacks enough trained support staff to ru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effectively. For Dr. Chen, it means little or no sleep. He will not move from the vicinity of the operating theater for the next 3 days. As with every difficult case, he is personally supervising the nursing of Little Fun through this dangerous period.上诉人黄鼎兰因收容审查一案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95普刑初制第21号行政判决，下面予以宣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锡山市公安局认定黄鼎兰参与诈骗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借火作案嫌疑，依据国法8056号文件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对上诉人黄鼎兰收容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黄鼎兰要求赔偿缺乏法律依据，请当事人接委托代理理人起立。维持原判不回上诉。这个东西，这个皮黑了。没有，再伸出，再伸出。这个东西怎么变皮黑了？在社会高头。搿个辰光呢，伊实际上最需要是侬了，侬讲是勿啦？家长对伊老好，我晓得的。伊现在判决书里讲，要拿提供没参与诈骗的证据。搿一条我是看了最搞笑了。搿么侬现在首先要拿出参与诈骗的证据了。哪能叫人家拿出没参与证据的对不对？搿证据拿不出来，对伐？应该对方拿证据呀，对伐？侬讲我有在，侬讲出来拿证据。侬辣辣搿些搿个。弄个对勿啦？伊为从判决书里证明就是讲。还是讲伊认定的，但是被原告律师提出来的从依据啊，一个字都没给伊回答，问题也没解答过呀。搿我问侬去没？来，也不要跑了，好像蛮有信心的，打赢了思想，估计呢打输出个大分，因为搿个政策没办法，对不对？对，搿个就是搿个样子呀。万一那个伊老脱了，
我那个兄弟单位也委托了，我等一个人当两个公司嘞。现在叫人财两空。钞票五十万行钿被骗了，那等于讲被伊拿了去了，被拿去五十万行钿，不要去怀疑。现在呢，又单跑还来找麻烦，就是搿意思。我就是搿今朝法官了阿妹，审判长了阿妹哦，伊今朝又不是搿能样子了。我就是晓得伊搿能往钞票想办法塞点拨伊，又是两样了。等于我还是冤枉。冤枉也没办法。等于我还是冤枉呀。我总共搿辰光盼星星盼月亮，我总共像共产党是讲一个亮光，对勿啦？让我有个盼头。对不对？明明晓得我搿能介做没做坏事，伊也讲我做了，伊也跟牢搿能介来子来了，搿哪办法了？伊阿里是共产党了。已经醒了，那么有游泳那边回来了，你们也困觉。不急，工作量相当多。谢谢。你别个受了以后，心脏创伤又要两三天以后，再逐步逐步能够好起来。心脏功能。呼吸功能完全靠机器跟氧来支撑。也是。九年好像九月廿九号我来个晚了，就是去打官司，就到直到现在，搿趟两月十八，结局已经在就讲定脱了啦。还判我死脱了。还是死脱。判我死脱了，判我死脱了嘛，搿么我也接到了，昏倒了啦，昏下来了，昏了嘛，就搿种讲病情好像发了蛮多了，让我心里真个老难过个。同事们师傅，我就是讲。不是我从感觉死了两两人好像交关物事背了我死了相应，这是应该痛的。痛我老酸好像我后头有啥毛病啊？老医生，有头我后头身上骨头后头响的咕咚咕咚。那搿天浪向呢，侬不要花太多的精力上去。侬搿事体可以吸取经验教训。那个，小姑不要把我搿桩事体困辣我身浪向，让我变神经病，我心里老急个。我老早看一个精神分裂症右派啦，也是五六年被人家弄成个右派，错误当了右派，也变精神分裂症了。五六年我光看旁边辰光是八七年嘛，廿多年。一日到夜蹲牢里不讲闲话。讲闲话就是五方眼地，搿种侪多来些，因为侬世界浪向这个，喏，不正确的待遇的事体，全世界侪有的。我讲侬中国也还没点排到啥人身上。伊反正有法律的地方，也不是讲全部是法治的，所以迭个是规律。我老妈妈回去就侬一家头等着到哇。明朝我送侬回去了，好不啦？侬自家屋里蹲啥地方，侬晓得吗？讲得出吗？啊，搿枪还是要当交关当心，不要被伊感冒。现在我说是一分钟120次，基本上整比没开刀小妹妹稍微快点，搿么搿也是整了。开刀以后要有个恢复过程，就因为辣辣用降心药，3个月到半年。好啊，心功能还可以。那我一直跟侬讲，就是现在不要把伊马上就胖出来，这面孔不要动。侬现在是两次还是三次啊？用药？两次也是吃两次，就是你要中午吃一次，是把伊吃一天吃两次。两次，现在基本上没啥问题。没啥问题。基本没啥问题，但是康复相当难的。搿啥物事啦？
啊，这是啥么子？氧气。In the next episode of Shanghai Vice, the legs and head of a young woman are found in a canal in Baoshan district. She i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The principal suspect is her boss, a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